我们看例题二哈，他说 PA 是三分之一 ，PA 连 B 是二分之一啊，而且 PAB 互斥。那 AB 互斥的话哈，它的意思就是说 A 跟 B 没有交集嘛，那就是等于呢 PA 加上 PB， 它本来应该减掉呢 A 交 B， 那 A 交 B 没有交集，所以是几率是零。好，那现在我可以求 PB 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我知道是二分之一嘛，这我知道是三分之一，所以我就知道呢 P 哈 B 它事实上是二分之一减掉三分之一，所以是六分之一啊。